생에 화병을 또 입거네. 맨날 소문이. 今天真多两说葱油，这棉花的跟那车面的羊人，你看给你心老实不？这棉肉不能烤成长条。现在要小心。那辫子压紧，压着人的。那长的很。这你就光盘出去得，要偷偷等宽一点，越宽越好。葱油少一点，给厨房再分分。我这连金黄的少。都是葱花是吧？啊。这是做的太多了。那不一样，这个简单还快。家家活的都是看到的料。好了。我今儿想去吃火锅了，在包子。